我这个很厉害，人家小心点，小心啊，小心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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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吹个风。谁扶着？我肯定用蓝正，小心点。老弟，视频拿过来看一下。这样 OK 啊？不 OK。再等。欧里剧本上面写的单。直接出来的。蓝正，小心。23球。不，你这个小心点。再看老鱼这个。老鱼来一个。来啥不来了？就你刚刚那个。非常的非常的色情。冷战，冷战，小心点。你来一个，如果你位无限，你这卷怎么演？我说如果你要演一个位无限，这一定出来吧？上不来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理由？魏无羡怎么了？这个太难了，我驾驭不了。蓝文金出来，蓝文金走了。这魏无羡太难了，只有战哥能驾驭，我驾驭不了。这一段真的不要给他。就是很难，我吃饭了。好，再来一波，好了，再来一波。太难了，我演不了。不要哭啊！好啊，一会儿，哎，我眼睛又开始跳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从里面稍微接点点吧。是一边先出吗？是他先出。对。咦，我先出。啊，好出吗？怎么解决？快快就出。你不带我出，你又摆太大了。不大。你要让我跟精灵先出。先出我后头，我好惨。要我画一幅好，出去点。啊，真的？那你的半个人看得到吗？好嘞，那你出来之后肯定要帮忙扶一下嘛。好，是吧？好。前面接，有你先出，先出来。是这么出的，这就上次拆的时候，架着他，扎着的吧？架着。哎，上次拍的时候也是我先出的，是吧？对。但是，他们口的这么窄，口可以直接改的话，就可能不让那样下去。对对对，没啥，没出来吧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小马，他这个不好背他出来，稍微摇一下吧。那个烟枪在往外，这一点就好了，你在外面了。左门口进去。对对对对。烟枪在往外来点。好，那你跟我一样的。他在他们在这领队的，先留在那个台上里，站在那里，一来一往。但是蓝蛋先出来是吧？出来站在这边，扶着，给他当个。扶不好扶出来。不，蓝蛋先出来，他再出来还是他先出来，蓝蛋出来。蓝蛋先出来，蓝蛋出来站在那边，背身一点是吧？对。他再出来，感觉其实他靠听力的反应回头的，然后他是前后位的，一动。那我们试一下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对对对，好，站在一起，站在上去吧，站在身上吧，好，你好，进入一下上去，尽量别让，哇，好热呀，好，给你背着他的，他得见我了，再见 ，OK， 好，哥，一步就行，两步就行啊，你这边扶一下，哎，你能出吗？可以，我都试一下，啊，这里可以了，这里可以。脚刀放进去就行了。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那这几点了？又不怎么见。行吧。几点？你是清醒的吗？我不是清醒，我晕的。晕的。晕的不？他现在你夸出来的不？不行的不？站着不松手就行了。站着不松手就行了。
站着不要松手。我在这边拍一个，找不到他吗？马上，飞准。马上。啊，我在这边拍了一串了。那这样子吧，我们先要那块山，你们这边稍微接一下拱山，就回头了。啊，对，它接一个树。嗯，在下面这个小平台，感觉好像出来的感觉。还是保这一片啊。先有那个，你们这边一上来直接回头，然后你们走。啊啊！姓林的，姓李军的。老母鸡先走，你站在他往右边走。啊，可以不啊？不是，没有站的，是这样去。来，把这个领了。嗯，别这个。哦。